龙宁命中陈昭敏化身道士替刘在熙算命，一出场刘在熙就介绍自己是刘确诊，引发现场一阵笑声。之后陈昭敏向刘在熙表示，你天生的八字比较弱，需要靠你自己努力克服。让一旁的哈哈询问，比较弱是指玻璃心还是其他地方比较弱？对此陈昭敏表示是下肢非常弱，现在不会再有子女了，结束了。那刘在熙听了惊讶表示，是这样吗？我妻子也是这么想的。此外，当天刘在熙也透露，曾经想把陈昭敏介绍给曹世浩，没想到却被曹世浩给拒绝了。这时一旁的哈哈也笑说，自己是第一次看到曹世浩这么震惊的拒绝，让陈昭敏听了不满的表示，我也不要，维护了自己的形象了。